嘿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雾中人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我们将面对一种神秘又可怕的生物——雾中人。他们最喜欢突然出现在你眼前，对你发起进攻。除了他们外，这里还有感染力极强的寄生生物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横遍被感染的怪物会向玩家发起进攻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用最强大的枪械以及出生自带的五行灵珠来对付这些家伙。每名玩家只有三条生命，用光了就会被彻底淘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认为人类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坑啊，新坑的名字呢叫雾中人。这个整合包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多次听说过了，是吧？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。不过呢，我这个整合包跟网上流传的那些整合包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整合包呢是我自己做的，并且呢还加入一些我自己设计的模组。那选用的模式呢属于是半极限模式。这个半极限模式的意思呢就是玩家最多啊能有两条命，也就是一共只能死三次，死了超过三次呢就直接彻底淘汰了。普通的极限模式只有一条命嘛，但是由于这个是雾中人系列，所以说三条命会保险一点。那系列刚开头呢，我还想让大家发起一下投票啊，就我现在是准备了两款不同的光影啊，大家是更喜欢第一款呢还是第二款呢？可以在弹幕区投个票，我这边会根据大家的投票啊后续来选择一个光影进行录制的。还有就是最近暑假快到了，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放暑假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也可以打在弹幕区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老规矩啊，点赞到20000咱们就火速更新下一期，好吧。说到我自己做的模组啊，现在我们是在游戏里加入了一个叫五行灵珠的模组。五行灵珠分为初界、中界、高界以及圆满，消耗10级经验呢可以给灵珠升一级，每升三级呢可以提升一下大的等级。那这个灵珠呢是只有进世界的时候，瓦上了，兄弟们，再把自己埋起来。有没有吃的？有啊，有有，来给你，对对，开吧，来。哎，兄弟们，敢不敢玩一波大的？什么大的？大的。咱们要不直接一群人一起去把这个船搜刮了？这船里面的物资特别多，整一身钻套都有可能。牛逼，死一个了！这个系列我也是加入了扶队友的模组啊。那如果有队友在身边的话，死了能扶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直接被掏屁股了。先垫起来，垫起来！你们在玩什么花的呀？别！你快走，快走！你们走！先垫高！不想玩了，完了！别过来！那他妈有金甲金剑的，我不想玩了！我靠！但是带不进。你们现在还能扛吗？不是，林芳，你还在那里吗？你在走了？啊，支剑也扛了。你们那边遇到了什么怪啊？多少血啊？要不要把他杀了？杀不了的呀，你来杀！算了，当我没听到，再见，拜拜了，兄弟们，我走了，我水灵珠，我直接下水。大剑小白，谁倒了？你们扶一下，我走了，我听到怪了，再见，兄弟们，拜拜。哎，快走啊！我看到了，兄弟们，还好我是水灵珠，我可以在水里面飞快的移动，也不会淹死。但是问题就出在我现在也没有吃的，而且在水里面会掉理智值。如果这个理智值要是掉的太低的话呢，会有一个雾中人一直追我，那就真的完了。这个游戏里面我是加入了一个内置语音模组，我这边是离队友一旦超过20-30米的距离啊，就听不见他们讲话了。刚才他们在说让我欺骗到他呢，我就信他一次啊，过去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。哎，不！哎，不是 M 仔，你别骗我过来，什么情况这？你别乱动，你看下面。我下面怎么了？你把我骗过来，这你有病吧？哎呀，别说，来了，不想玩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又死一个了。哎，有没有吃的？有没有吃的 ？M 仔，我顶不住了。没有啊。你看看左下角，已经他妈死完了，人类这里。有点刺激，我只能说，不是兄弟们，还好没整真极限模式。真极限模式第一期人全淘汰了。这谁？这狗剩哦，感谢。我哥们，怎么真恐怖啊？刚才我。谁又掉下去了？牛逼！你给一点泥土给我，然后我们叠在这里空岛生存了，兄弟。确实可以空岛生存。没看，怎么还打雷了？这谁理智值太低引来了雾中人啊？我听这个音效像。跟理智高的人站一起，你会长理智值的。不要乱跑，咱们先扛到白天。凡哥啊。要过个金帽子是吧？感谢，哦哟 ，nice， 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无敌了。那去把那个雾中人杀了吧，你们。雾中人我不杀，我等会儿去把那个海盗船单枪匹马把物资全收了。等我好消息，兄弟们。哎，方块怎么在消失？我操，好恐怖！哎，帮忙打怪，恐怖！哦哟，哟，好吓人，好吓人！我护不了你们了，兄弟们，我自己去发育了啊。木鱼兄怎么说？有没有想法？上船啊！可以，走啊！哎呦！完了，扶一手，木鱼兄，我死了，快扶一手，我在岸边，你往后看，看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
太疼了，两口给我秒了。你看，就这个东西咬的我，变异的海豚。哇，它游的好快。哎，你那个海豚的 N 位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就是那个水灵石，在水里面游的特别快，懂吗？兄弟们，我要推它了，我要推它了。哎，推呗，妈，我直接跳了。说实话，一点不怕，兄弟，我水里面无敌。可以啊，鱼人。对。哎，我靠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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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吓人！可发生了什么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他这个弩箭伤害贼高。来验一验，验一验。什么？你们就捡到装备了？等等我呀！我你们这就掠夺进去了，牛逼！我这好多铁啊！我带你们来搜船，结果你们先搜干净了，我还没进去呢。好多西瓜，确实不缺吃的了。这船小船一搜，哎，谁呀？我谁把他TNT点了？完了，我不管你们了。我刚才群众里面有坏逼，妈当着我的面把TNT点了。凡哥啊，跑！凡哥有幻术师，快跑！好好，我跑，我跑，跑，我撤了。哎，来了，来，走走走，大哥，往上，大哥，快走啊，李凡！李凡死了！我这水里刷了什么了？哎，那边，水里刷！哎呦！我这个无所谓。你倒了！这是谁？能扶吗？我这边音量声音非常大，什么情况？你这是？我被定住了 ，M 仔。我扶不了，我被怪贴脸了。快扶！再扶！怪来了！快跑！他直接爬上来了！我的天哪！翟哥，头顶封起来！又来了！哎，不对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被控了！我也被控了！完了，又来了！应该是被底下盯到了。哎，你别！哎，快走，林凡，快走！在你脸上！这个死屋中人呐，真是太恶心了。一眨眼的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，而我被雾中人骚扰的完全没有发育进度，甚至到现在我手里拿的还都是木质工具。于是我选择潜入深海，在海底挖了会矿，把装备都升级了下。由于雾中人贴脸会秒人，所以这个系列是千万不能离队友太远的，被击倒了没人扶，就只能等死。要是我死亡达到三次，那这个系列就只能提前宣告结束了。 Tomorrow。 哎，你们有枪了？有了。我可以多做一把枪，凡哥给你枪。凡哥，哦，谢谢。哎，兄弟们，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，就咱们的背包不够了，咱们要出去杀点牛，搞个背包。周围没有平原、啊。有，你们敢不敢去？敢。走，我带头，跟着我，我皮肤好韧。踏过这片区域就是一个村庄，去找老乡借东西了。我们全是宝宝，保镖。保镖，好好好。哎，吃的，那边好像全是稻草，我先走了，兄弟们。怎么游这么快，你们？都是我、啊。我们水灵珠啊，水灵珠就是游得快。哦。我的背包来了！你拿枪打牛，我真奢侈，兄弟。没事，狗剩子给了我600多发子弹，牛逼！哎呦，这边有个床，直接撸走。这是村民给我们留的礼物，我要做个背包出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也加油干背包吧。哎，前面这个地牢怎么说？干啥？现在有枪了，乱杀直接。我靠，进来了一把，快进！我进来了，哎呦，好宽敞。这回声，带劲。外面才值钱，那个地牢。不是谁船都已经开完了，因为已经进去了都。捷足先登是吧？是谁？我操，哪个人啊？星辰，你真狗啊！是你先到的吗？不是我，是个 C 开头的。C 开头的哦，优子。这里好像没东西的，骨块不是东西吗？骨块值点钱，我感觉。全给他搜刮走。完了，天黑了呀，兄弟们，我们还要不要回家？还是就在这里将就一晚？我看他前面有床、啊，我都不敢回家了。等会儿那个雾中人又出来贴脸，那就恶心了。哎。来了！哎，我来了！这有枪了，不怕他了，先把他赶秒了，不然这又要被爆杀了。哎呦，快！打他！我没事没事，杀了！我直接杀人了，我快炸了！我操，牛逼啊！杀了！星辰死哪了？星辰这边。哦，再扶！扶起来就行。我们终于正面把他干死过一回。我看那个，你看那个雾中人，叫小白隔壁练枪，直接练枪，兄弟，有逼吧？800米外，取他狗的。好，你吗？哎，打死了有经验的呀，兄弟们，咱们只要把这个灵珠等级往上一提，还怕什么雾中人呢？趁着这晚上我们有枪了，敢不敢冒一波大的险？你有枪，我们没枪，你给我发一把呗。狗剩子发的，我也没有啊。发把局。好，什么发把局？我也想。发把M4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，下不下？直接跳水，我一把枪保护你们所有人。你走啊！我怕跳歪了。哎，直接跳，可以。哎，怎么一跳就来了？啊！哎，我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星辰，你吓死我了，星辰，好不好？这边有一只，你们。
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！狗东西，好，捡一下经验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哎呀，又来了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！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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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来一个！哇，什么声音啊？怕人啊！救命啊！不是，我这里又来一个！哎，盯上我了，盯上我了！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！兄弟们，不慌。我的水灵石升为二阶了，等我升到四阶就能到中阶了。哇，你们要去战斗兄弟，还有看你们还战斗去了。战斗，战斗爽。来，我也去。哎呦，来了，有幻翼，小心有幻翼。这里又有一个敲门人。嘿，打了，打我干嘛？有幻翼兄弟，有幻翼啊，有幻翼，知道了有幻翼。哎，这有个敲门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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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妈妈。哎，你妈打下地面那个！哦，杀了！木鱼兄跑哪去了？又有怪！帮腿的来了，帮腿的来了，快跑！我确实得跑了，他在水里好像跑得不快。射他，你妈射他，射死他！哎，我被秒了，救命，兄弟们！我操！他跑得好快，我赶紧在地上爬，挣扎一下，兄弟们，谁来救一下？在水里有没有来救一下？有没有人救一下？乌尊在隔壁，乌尊在隔壁！别接，别接，别接，到跑呀！拿枪都拿。不是团灭呀、啊！你要玩这个，完了！不是我怎么死了还能开枪呢？兄弟们来扶一下，我把他杀了！兄弟们快来扶我！快点快点！鱼兄鱼兄，扶一下，全倒了！什么情况？你们什么情况？被团灭了！木中人，超腿的！快快点把他们提过来！救援部队来了！救援部队来了！凡哥，凡哥！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这边有出牌。不是，这谁的飞船啊？自建的，自建的，自建。老自建这么帅，老自建让你帅到了，自建跟你走一起了。可以带着我们一起飞吗？可以、啊、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船长啊，哇，这个帅，自建船长。自建说这个系列让我加入这个瓦尔基里飞船模组啊，给他加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做出来了。那怪不得这个包这么卡、啊。牛逼！是我的问题吗？这个右边这个村庄怎么浮空了？啊，确实浮空了。我的 bug， 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我的 bug， 把整个村庄都带飞起来，是吧？我乐了。牛逼！牛逼！我们降落了。哇，这剑真靠谱啊，把大部队带来了。Nice。挖矿吧，挖矿吧，挖矿吧，挖矿吧。行，怎么说？直接原地下矿，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冲！在那开。走，挖矿，一起挖矿。挖煤可以加经验的。那边没路了，没路了。没事，挖出一条路，看我的，说不定又能挖出一条矿道了。要矿道了。有没有想过问题？你宝石库。没事，这样挖的效率高。哎，你看这不就铁定吗？哟吼，哟哟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还冲！我做的石镐很多。哎呦！啊，我为什么吸不到、啊？大矿洞，大矿洞，别掉下去了。哦、我不敢下，哥们，这怪好多。这个矿洞好大，确实大。鱼哥在干嘛呢？鱼哥，算了，不跟了。你鱼哥非常稳，他一点点挖下去。咱们还在想怎么下去，他已经开始开挖了。看到矿石了，我的灵珠又能升级了，我要冲了。谁呀？完了！谁把我挤下去了？哥们，哥们，谁把我挤下去了？不是我，肯定不是我。你自求多福吧，星辰。啊，到哪了，星辰？撑一撑，我们有时间去扶你的。啊，九尾也死了，就哎呀，九尾这个废人，赶紧搭下去扶一下队友。队友要死完了，咱们这个系列真就记了。好，再扶了，再扶了。快搭，快搭，快搭！边上刷了只怪，边上刷了只怪，快走，快走，边上刷了只怪，走走走，另外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游上去，游上去，喂，九尾。我们先主要挖煤矿，煤矿可以吸经验的，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灵珠都升到中介，实力能增强很多的，无敌知道吧？对，有点夸张。先挖点，不是夸张，我们到了那个地步，我们就不缺子弹。哎，钻石，咱能不能这样，先挖条路下去，谁掉下去了？不是我掉，我他妈直接跳。好，可以十级了，直接升级我的水灵石。现在我的水灵石已经三级了，马上需要二十级经验，我就直接升四级，就可以拥有中介水灵石了。速度往，速度往，速度往。哎，完了，有枪的架一下，有枪的架一下。雾中人，雾中人。哇，安全了！这个诅咒缠身者真难缠啊！我完了完了，出脸了！兄弟们救我！我吓着你！哦，他搭这个不用的，搭这个。哪个在哪？刺到你脸上。哦，他直接穿墙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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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死要死！这两头变异的猪。凡哥快上来！好好，上来上来上来。怎么说？要不要一起回家？我操！兄弟们，我被苦力怕炸死了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身败名裂。你们还没死过吧？没死过，都靠你们救。老板，哎呀，你们，你们，你们，
怎么了？有点鸡嘴的，我屁股一直鸡一直鸡。我都看不到你哦。我差点死了，哥们儿。这是鸡，我都说了，这鸡很傻的。我们回去吧。我也这么想的。走吧。直接垂直往上挖，我走了。我已经在上面了，我星辰。牛逼，先回来搞吃的，兄弟们。咱们之前在上面弄那么多骨块，可以无限造吃的了。Moments later， 我们进来记得关门啊，别不关门啊。哦，有子弹了，兄弟们，我出去冒险了，兄弟们。等等，我来了，我还差十三级，来你这趁机。你还差十三级，我还差最后一级半。加油！来，十三级有不可物语是吧？哦。哎呦，我去，谁打着我了？这是。鸡爆！什么叫鸡爆？快！这个门打。哎呀，这个门啊！服了。凡哥进来，我爬不进去呀、啊。快进来，爬进来。哦，好，爬。哎，快，有个隐身怪，快把我堵起来。我有这雾中人啊，在旁边弄。哇靠！开门了。哎。啊。我全加了。我。哇！快扶！哎呀！别，这宅种团灭了，我完了。对。对完了，团灭了。倒了，能开枪，可以。跑哪去了？没死完吗，兄弟们？我来了。没死。快扶！不是，哥们儿，盖空岛吧，这地上一点不安全。确实，恐怖。快扶 ！Help me！ 这还有狗子。再扶。直接干团灭，我一v 十牛逼，太变态了，这家伙哪还有死人？鱼兄直接推地底下去了，太惨了，真恐怖。走，盖空岛。哎，我这家不要了，说不要就不要，走吧。吊着人是接那艘船拆起来的。不是，村民怎么变成了午夜睡鬼啊？兄弟们，快来帮忙！这个怪打不到，他的身体没有碰撞体积，把他干死，把他射死。不是这个村民，我感觉所有村民基本都是这个。那个羊毛全薅了，可以造床。兄弟们无敌了，二十级了，水灵石升级。不，变成了水灵珠之后，可以水下呼吸，水上行走。给你们表演一下轻功水上漂。哦，你这个水上漂有点帅啊。兄弟们，最近我和朋友搞了个服务器啊，服务器里有很多好玩的内容，还有非常强大的超级 boss， 这些 boss 的技能都相当的酷炫，而且伤害极高。我们玩家可以进游戏选择自己的职业，一步步的变强，去打败这些强大的 boss。强烈推荐大家都能来玩一下，扫码进群即可下载游戏。这个服务器手机和电脑都是可以玩的，快别犹豫了，跟我一起玩《弃灵传说》吧。